Hello Hello， 你们在哪？每时每刻，晚上见，晚上见。哇！哎呀，老经理嘞！哇，经理哎！哎，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的娃儿。你是来自成都的瓜娃噻？方言这么溜的吧？成都话是吧？对啊。成都话。爪子的是什么意思？爪子是做啥子的意思？就是做啥子？你在干什么？哦，爪子，你也知道成都话？啊，肯定啊，因为我发小在成都。女孩吧？对啊，因为东南要学习一个语言，最棒的方法就是交一个当地的女朋友，就可以学习这里的文化。并没有交过。想必你讲的这么溜。不过来到这边，这里是老街吗？这边算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区啊！哎呀，不然现在一大早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去里面找早餐好了。但是一群人找太无聊了，我们不如就像上次一样，就跟去在鼓浪屿一样，对。但就大家都分开去找，对。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找，好不好？出来 PK 嘛 ，OK， 好不好？走了。啊，钱，你还没给我钱呢，不要钱。成都人的街，成都人的庙，城后头的三轮儿，包多广场绕。成都人的歪，成都人的笑，小商小贩、飞机广告，扭动你来扫。成都人的牌，成都人的叫，成都开的茶叶铺子，老板应都笑。成都人的嘴，成都人的脚，成都婆娘胖妹都就金爪爪的叫。身为一个美食小王子，在上一次厦门寻找早餐的过程中，我竟然输了，但是。不能放弃，知道吗？这次节目组又给了我机会来找早餐，我绝对要拔得头筹。好像，哎，不好意思，我情绪太激昂了。可是我今天来到第一次来到锦里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早餐要怎么选。大哥你好，你是本地人吗？不是啊，你是本地人吗？不是。哎，那这边早餐什么好吃？早餐啊，早餐。那边的啥子啊？麻辣粉儿。麻辣粉啊，一早。火锅儿的嘛。一早就吃麻辣粉。成都的火锅儿多好吃嘛。可不可以讲慢一点？火锅儿。火锅儿。哦。折耳根。没有折耳根，我不要的。你是哪儿的人呐？我是台湾来的。你是台湾来的、哦。哎，帅哥。帅哥。帅不帅？帅。帅不帅？以后就一样帅，好不好？你说我也帅。来，八八八。要得。八八八。八八八。好，我们就是茁壮成长。拜拜，拜拜，拜拜，走，我们去找早餐。哎呀，你看，你看，我们两个多像啊！对呀、啊，来亲一个，像个猪。嗯嘛，可以了，可以了，谢谢，谢谢。好，你真帅，真帅，真帅。娃娃多大了？我还没结婚，还没结婚。拜拜，拜拜。早结婚哈。好。好。好好。祝你早生贵子啊！好，谢谢啊。好，谢谢啊！哎呀，走啊走啊走啊，快走啊！我怕。哎，拜拜啊！拜拜呀！拜拜呀！哇塞，这婆婆，哎，是，哎她，哎呀，哎呀，那别张扬，别张扬，没事没事。哇，这婆婆比我妈还积极啊，叫我赶快结婚生娃娃呀！哎呀，搞得我都忘记我要吃什么早餐了。哎，走来这里，酸辣粉，她是说酸辣粉吗？但是我这不太敢往回走啊，我这边前面有酸辣粉吗？老成都的味道。哎，你看这，锦里店手工老冰粉，每天只售1000碗，那应该老冰粉是他们的特色了，对吧？你好，老板，成都的冰粉跟别的地方有啥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你看嘛，是一种冰制成的植物，是一种植物做出来的，纯天然的。哇，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他说是纯天然的，就肯定很好。你帮我来一份好吧？哇，你看看，这么丰盛。啥子？哇，我远远就看到这个万丝饼，非物质文化遗产。老板，这个万丝饼是不是这边人都会比较爱吃吗？还可以，一般吃什么口味的人会比较多啊？麻辣。算了，我们三个味都要吧，这样我好评选出哪个是最好吃的。哇，这个丝丝好细致哦，好有特别哦。试一下这个火腿味，太好吃了，好像有一层
很高的千层酥，然后你咬，那豆虾的酱汁就喷进你的嘴里面，甜甜的，太特别了。我觉得今天的冠军一定是我。我其实我这些东西我都没吃过，我第一次来吃。三大包，你们看这个牌子，我没见过这个东西。哎，你好，三大炮是什么呀？糯米丸子。糯米丸子，它为什么叫三大炮啊？做的时候要响三声。要响。然后最近要发出三个声音。哦，他说他的三大炮是因为做的时候会它会响，应该是放三次炮是吗？哦，能不能够给我演示一下，我买一份。哇，这是，哎呦，哎呦，啊，这样的。谢谢。嗯，哎呦，好吃吗？哎呦，好吃吗？哇，你吃啥？哎，这个好吃，好甜。这什么东西？冰粉。好吃吧？果冻。我尝尝你这个，这是什么？三大炮。一般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嗯。很多东西到中国加了一个大字就会特别洋气。我觉得它的原名是叫三炮，然后到这变成三大炮，就跟以前不是之前网上不说吗？钢铁侠如果到中国就是钢铁大侠，美国大队长，对，美国大队长，班大长，来尝一尝。哇，这是什么？这叫，这个是糯米团子吧？哦，红糖，有没有？你就拿这个去我们比吧，真的，你绝对拿这个赢了。我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好吃。你不用看了，跟你说吧。那是你喜欢吃好吗？不，你这个就我，如果说我是我的话，我会投给你的。你投给我哈。嗯，那我。你要是不拿这个，我就不投给你。要不咱们就，我投你，你投我投你。兄弟，哎呀，可以，妥了，成了，走，没毛病，兄弟，然后再去逛逛啊，再逛逛啊，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哇，哎，哇，这家店好神奇哦。哇，这是什么？出师表。哎，我知道这边呢，武侯祠就在旁边，就是诸葛亮的，所以他这边我看到好多跟这个出师表啊、诸葛亮文化相关的东西。哎，这个才是变脸呢。哎，满脸的马顿好骑马，满脸的关公战长沙。嚯，哎，我觉得脸谱的师傅可能看了我会觉得我特别，哼，哎，有没有？我觉得自己是有这个脸。哎呦，川剧变脸厉害，哎，厉害！今天刚学呀、啊。这所以你该不会要拿这给我们吃吧？我觉得要吃喝玩乐哦，都要在一起的。那我差不多要走了。哎，你看这个礼物适合你吗？我等一下，你不会是想夹我耳朵吧？小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两了只了耳了多了竖了起来，爱了吃了揉了薄了合了亲了蛋，蹦了蹦 了跳了真了可爱，耶耶耶，可以吗？喜欢吗？你喜欢这个吗？喜欢吗？喜欢吗？这个我便宜卖你了，两个100就好，要吗？姐姐，两是不是才带这个东西？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不可能，你觉得我这样好看吗？你看多诚实，是，那你觉得我这样好看吗？你看，2-1啊，二比一、啊！你别走，好看，你要不要别看？你，哎，真的啊！好了，那我就这样去找早餐好了。好，去吧。我相信我兄弟的眼光。当然，我倒绝对没有坑他、啊。OK 的 ，OK， 去吧。找早餐哈。皇天不负苦心人，走着走着，有没有看到美食街？一条美食街，怎么又遇到你了？是啊，我会结婚，别说了，我很快就会结婚了，很快就生娃娃。怎么又遇到？早餐的过程一直让我想到这件事情。一根面，这好像蛮特别的啊。姐姐，请问一下，一根面是啥、啊？一根面就是从那里甩在锅里，这是手工面，现吃现做的。手工面。哎，手工面。现吃现做，那我来一份，我看你怎么做。好。好吗？好。哦，已经在做了。哎，对。哎，是现吃现做，这个是啊。
哎呦，好酷哦！这个面也太长了吧？对，这个就是19米9啊，19米9，这么长。哎，19米9，长长久久啦，长长久久，想不想跟我长长久久？想想，想不想？好，没有人想跟我长长久久，没有人。哦哦，就是这碗吗？放香菜，还有哇，这么多辣！这个是肉酱。哦，肉酱啊。来，关免了。好，谢谢。哎呦，来来来来，你看，一碗热腾腾的还在冒烟啊，直接要现点现做哦，好不好？先给你们看这条面，我是找不到它的头在哪里的，但是他说这一条一根面就是一碗啊，这个面这样子拿起来啊，伴随它这个肉酱沾有一点点辣油，这个颜色整个就很好看，白里透红，就像肌肤一样。19米9，长长久久。哎呦，好吃哎！这还好吃的呀。哎，它这个面啊，吃下去有那么一点点像拉面，毕竟它也是面团这样一直甩、一直甩、一直甩出来，所以它的那个面条啊很有那个筋性，而且除了有那个红油那个微辣的那个香味之外，它里面还有那个面粉香，淡淡的。刚好今天成都的天气有点微凉微凉的，早上来一碗面，带有点辣，那种感觉特别好。不如我们再下去看一下，我觉得这家啊。蛮不错的。看看你们手上的东西，你们是什么？哇！台湾米线啊，我觉得我这个名字就你了，它叫三大炮。哪三大炮？制作过程中它会发出三声蹦蹦蹦蹦蹦蹦蹦，哇，很厉害！我跟你讲，听一下，这怎么感觉好像夜店的菜啊？没有，我的这个这名字就很霸气，叫什么？叫万斯饼，哎，就以前万斯王。万斯，万斯，你看，哇，千丝万缕的丝丝做成的饼。我感觉它像拿了一个被压扁的毛线团过来，你要看，像一个被压扁的毛线团，还真是有一点。那你这个，算吃了才知道，是。哎，等一下，我还没跟大家讲，我找到头了，好不好？我跟你讲，一根面就是一碗啊，而且这个面很厉害哦。他跟我说长19.9米哦，这个就是证明我们会一直长长久久，好不好？做到第十季，对，我们要一起吃这个，一起吃一起吃。是我会一直长长久久啊，做到第十季。哇！哇！完了！至于再说完，我们的情谊就像这一根面一样，一吃八。不会，好不好？你们本来想说长长久久，结果说断就断。对，我觉得嘛，说散就散，就是说断就断。没有，我们还有很多一根呢、啊。班长的是吗？班长，我的这个就比较厉害，年份比较久一点的。年份82年的，你这是82年的什么？82年，这是有百年的历史的，而且这是个冰粉，就跟我们之前吃的冰粉完全不一样。好吃是好吃的，不过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我，你知道刚刚我，哎呀，有喵腻。哇塞，你们这有喵腻？没有喵腻。是吗？你不是这样吧？现在拉票很重要，如果输了怎么办？输了的话，咱们是爱护环境的人吧。刚才这个你这个万丝饼掉了一地的万丝啊，我们要不要就输的那个人一根一根把它剪干净？有没有信心把它剪干净？我没有，我不会输啊，我是担心你们啊。你确定啊？我是担心你。我跟你讲，你飞得越高，摔得越惨。我是不会下来的。来。就老规矩好不好？明头还是暗头？我们就是都指我们心中的那个。一二三四嘛，一二三四，然后直接闭上眼睛取。三、二、一。啊！哇塞，好兄弟啊！哎呀，现在已经分帮分派了嘛，现在很看得出来，每一队都有一个老鼠屎，好不好？你别笑。你就是那一队的我，现在就我们两个怎么 PK 生死 PK 啊？那不然我们就请一位，请一个人过来，敢不敢？好不好？可以啊，随便找一个帅哥，太小了，可以打扰你一下子吗？当我们的评审，一下子就两道菜，两分钟，中间请，中间请，很快很快。
对对，来来来，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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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来来来来，哇，健身的吧这是。兄弟兄弟有点壮哈，兄弟，我们现在需要让你决出一个很重要的抉择，你会让你决出究竟是那个好吃还是这个好吃？这个哪个更好吃？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辣不辣？不辣，这个有一点点辣，一些些而已。这个是甜的，这个太甜了，这个好吃。我。帅帅帅，没有什么问题。不是，是节目组请的吗？不是，你健身的，你怎么会选甜的嘞？他不吃辣，少吃甜食啊！玩得开心，玩得开心，玩得开心。哎，你没有忘记了，你别去，你别去，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评。气死我了！你知道什么人生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意想不到。剩下的节目呢，应该是等就等咱们把这两期录完了，他们差不多剪完，走吧。那咱们就走吧，走吧走吧。这个人也太不剪了吧？对呀，吃都不吃就甜的好，今天就甜的好，是这不行啊。还好我是豆沙，这是他选的群演嘛。哎呀。哦，我们来到太古里喽！我们来到了太古里。你怎么了？你今天？今天要采访小姐姐，我要绅士一点。接下来采访小姐姐，因为我们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呢？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小姐姐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来，小姐姐，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请留步，请留步，耽误你们两分钟，问你们一个问题，可以吗？有没有男朋友啊？你们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如果你没有男朋友的话，那么恭喜你喜提了一个男朋友。你现在有了，现在你有男朋友了。你们如果有男朋友的话，你们会在这边附近吃饭吗？太古里这边？不会，不会，我们没住在这边。没来这边吃过饭？对，没有。那就很尴尬。哎，你好，可不可以耽误你们两个一分钟？你们平时会在太古里这边吃饭吗？会啊。你们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呀？那个就是吃海鲜自助那个泰国的那个海鲜火锅啊，一个泰式的鲫鱼，鲫鱼吧。我觉得我们采访的差不多了吧，抓紧时间去吧，先排队去吃去吃去吃。哇，这么多人在这排队，就是这里了。我的天，我说这么多人排队，你们看一下，肯定很好吃，你知道吗？一定是很好吃吧？你们这以前在这吃过吗？没有，今天是才开业吗？今天是这个是店是第一次开业。第一次开业，是不是开业？不是啊，那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开业，这么多人。这个是很好吃吗？这个就这家店可以吧？嗯，网红店啊、哦。这些镜头也不会剪啊，对我感觉根本用不到很多镜头。好，这个是火锅对吧？我们是火锅，是当时是火锅。然后这边的话，你们是看这边是有套餐，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套餐哦。套餐里面就包括了免费的锅底，然后这边无限免费的锅底啊？对，免费的锅底，然后这边还包括了无限量的甜品，无限量的甜品，无限量的甜品，只要你们不浪费，可以无限量选哦。都是无限量的，都是无限量，你们真的不会亏本吗？他们的甜品无限量，我就要击垮他。下一期应该班长不长这样，大家请记住这一期班长长什么样。所以你知道吗？我就录了美食，我换了一个手机壳，你看，想吃甜品不？你不想？哇！先尝这个梅子冻吧，我觉得这个，我以为是酒，你知道吗？哇，这很不错，我很喜欢。尝尝这个吧。嗯。好喝，这个是什么？这是小布丁。嗯，我觉得这个可以再来，这还可以。嗯，真好吃，难不错的。我觉得可以再来一份。是啊，这个再来。
你看服务员吗？没有，但是我们这样还没吃那个就吃饱。你会吃饱，很容易。你哪他哪一次不吃到最后？你们说看回放。哇，真的好好吃这个。好吃，很香很香。那我赶紧吃好了。我是强忍着，我不想浪费食物，你知道吗？我这个人是一个很节约粮食的人。嗯。我宁愿辛苦自己的肚子，我也不要浪费食物。啊！哇！哇，真的是爽啊！哎，你看这个三文鱼，三文鱼做的跟花一样，就是这个螃蟹想越狱。这个你看，这个三文鱼拿出来的时候，哇，就是它晶莹剔透，感觉非常新鲜，像一块玉一样，一看就很好吃。来块，哇，这个油脂很厚，三文鱼就是新鲜嘛，也没什么好说的。虾可以吃吗？可以剥虾吗？还有剥虾脯，可以剥虾的，还有剥虾脯啊！哎呀，谢谢，那谢谢小姐姐了。我天，这个服务真的终于知道这家店为什么生意这么好了。问你个问题好吗？你有男朋友吗？没有，你现在有了。现在就有了。没有，我就是问你在这里上班就经常帮客人剥虾。那你家有男朋友了，你会给你男朋友包虾吗？不会的，他会帮我包的。哦，可以，这就是可以。小姐姐就应该有女孩就应该这样，对，你知道吗？不能，女孩是拿来宠的，对不对？对。你可以看一下我包虾以后帮你的女朋友包哦。我包虾好快呀、啊！你把这边这个角去掉，对不对？哇！为什么我包虾就没有这么快？你来这上班上一个月，你也可以，是不是？我可能需要两个月。哦，龙利鱼感觉是这是生蚝吗？哇，你看生蚝是不是可以直接吃、啊？哎，我头一次见这么大的生蚝，哎，这个巴掌大的。哇，扇贝都比普通的大哎。那么看能不能把水果给倒出来？好的，并不行，不取出来。哎，还有这种的，哎，可以你帮我们取一下。什么都可以，这边你想什么？哎，我们可以帮你剥虾哟。哎，这个水果可以帮你们取出来哟。过一会儿，这个火锅我可以帮你们吃哟。哎，这个扇贝也好大一颗。啊，他们家我感觉是用个头来数量来取胜，真的。而且，主要是他不就是，还怕什么？同类那个行业里，你不怕别人成绩那个长得比你好看，他还比你更加用功读书。开在成都。成都是无辣不欢，这家店是说没有很辣，但是而且生意还超好，他们这个味道是真的好，是真的好，就算他不辣也喜欢吃那种，你知道吗？没有发现吗？来排队的都是小姐姐，都是漂亮小姐姐。哎，留一下，留一下，让我看，后面就有一个美女，一桌。观察这么久，观察这么久，我就是刚才看你的时候偶然。我们好好吃饭的时候，你在看些什么呀，班宇浩？嗯，你经常看美女，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吃饭。不是，我看你的时候瞟到了。嗯，我在提醒你，你不是喜欢吗？我们玩个游戏好吧？来玩什么？拿这个，去那桌换一个生蚝过来。去。不是你在，哎，这你，如果你要你能换成一个生蚝回来，我就用这个换一个黄瓜回来。但是他们桌上没有生蚝呀、啊。
就我们看一下谁换的东西更加贵好了。输了的人有没有惩罚？输的人买单吗？行。哎，你们好，我可以坐在这聊一会儿吗？哎，我跟那个男生在打赌，说用这个黄瓜可以跟你们换个菜吗？换哪个菜？在录抖音吗？对，就是抖音上那个啊，可以换个菜吗？就是比较贵一点的菜，没关系，可以吗？你随便换。真的吗？真的。一片黄瓜，换一个虾仁啊。哎，那待会儿他来的时候，你给他一片这个就行了，行不行？这样不太好吧？好，真的。答应我行吗？好的，我相信你啊。这个任务我光荣完成。好的，谢谢你。不客气。成都的人都太热情了。你能不能换快一点啊，班长？能不能快一点？我们在交流，不行吗？是感，我跟你讲，班长这个人嘛，他不是个好东西。我觉得他估计在想一些什么阴谋诡计。没事，一会儿把单来了，把单来了啊，谢谢。好的，老板单买了，老板。换什么？噔噔噔噔。神龙摆尾加虾滑椒，就是你讲你换的是最贵的，我给你换两个过来，去吧，去吧。你跟他说了那么久天，你是不是？我觉得你有点问题。我都想坐那儿吃了，我都不想回来了。你行，哼，换两个虾进来，然后我把我们那个做两个大贝壳给你，可超棒。他不是给你了蜜叶子，让你给他吗？哦，对。哎呀！哎呀，谢谢小姐姐。刘医生，能不能快点？我马上去了。我看看，主要是你们已经没有吃的了，只有一片这个了。对呀。我再把两个贝壳。可怜可怜我们嘛，你还把唯一的一个拿走，你真的是绝了。我跟你讲，我这叫滴水之恩，我一定涌泉相报，好吧？快点，快去恩拿走，把你全拿过来。好的。等着啊。不行，我讲。再跟。能不能给我一个小球？我换了一个虾子，我还加了两个小球，我还加了两个蛋。对，那是不是赢你了？是不是答应什么人家什么了？我，你答应人家什么了吗？我没有，什么都没有答应。没有。你知道这个东西其实讲，因为本来这个借东西吧，有借有还才有再借不难。你借那个东西，我又去借，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件很不要脸的事情。我还拿了更多的东西回来，我不应该。你就说你有没有答应人家什么？我答应把这个贝壳给人家。什么？刘毅，日子过不过了？那开始吧。我们换东西就换东西，你为什么把这个菜还给人家？我就没有拿什么换。你要说我还可以给人家买单呢。你还吃得下吗？我，你刚才说了个什么？你要替他们买单？你要替他们买单？你这个就是贿赂啊！互相伤害的感觉怎么样？你觉得？哎，这个鲍鱼怎么吃啊？鲍鱼我们可以帮你包一下哦。鲍鱼也可以包，那我们那不如帮我们吃了吧。哇，我们还剩这么多菜，你知道？平时我们点两人餐，你我这种食量，肯定是不够吃的吧？今天还剩这么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吃了不要钱的东西，吃的太多了。我觉得这根本不挣钱呀、啊！我们这人一共才两300块钱嘛，对不对？对，我先不跟你说，我要把这盘吃。你哥这平时这一盘都得好几百，再加上那么多甜品，还有三文鱼。对，还有三文鱼，超值，味道又这么棒。哦，这个地方真的是，我如果满分10分，你给他打几分？9.9，我给他101分。哎，不知道他俩中午吃什么，要不然跟他们打个电话，啊，开个视频问一下。哈喽，哇！哎呀，我们在吃好吃的，哇，好多海鲜哦，哇！加油站呢？哇，好过分啊！他们吃这么多东西，哎、但我们吃的也很厉害啊。哎，我听不见你们说话。他们说什么吃的不好？吃的不好，我知道你们吃的不好，没关系。一会儿咱们茶馆见吧。好，一会儿见着聊，一会儿见着聊，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啊。茶馆见。
创始于1862年。哇，厉害！哎，这是在弄花椒吗？其实这是以前呢，因为有些挑油的那个脚夫，他们哦，就买一些牛肉跟一些豆腐，然后请这个太太帮他弄。挑油做的那个豆腐跟那个牛肉做起来就变麻婆豆腐，因为里面有些麻子嘛，他们就叫麻婆做的豆腐很好吃。就那时候形成了口碑了。对对对，他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脸上有些麻子，叫麻婆麻婆。然后传开来了之后就变成麻婆豆腐。哎，也成为了现在大江南北的一道名菜，而且成为川菜的那个八大菜系之一的非常出名的一道菜。大家一想到川菜就会想到，哇，哎呀。又是满满的那个奖牌，有没有？舌尖上的美食冠军啊，有没有？哇哦！川色菜系真的统一红色，对啊，但就是漂亮，很舒服。而且就是来到这边，浓浓的那种花椒的味道。而且这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麻婆豆腐，又可以说是川菜里面的那个佼佼者，就是带头的、领头羊的那种概念。大家讲到川菜，第一个一定都会想到就是麻婆豆腐。是的，哎呀，而且吃麻婆豆腐有最重要的八字诀。麻辣烫香酥嫩鲜活，我们今天就来验证这家麻婆豆腐有没有达到这个八个标准。哎，你看这个豆腐，你轻轻晃动的时候，这个豆腐它外面看起来像是硬硬的，但是它实际里面是足够嫩滑的，是非常的嫩。而且它的酥是在于它那个牛肉啊，它的炒制作方式非常的酥。你看，它这样看起来乍看你会以为它是一个肉燥，但其实它不是肉燥哦，它是有点像碎肉末，很多很多很多，对，很多的碎肉末切之后，然后会有那种酥的那种口感，你知道吗？拌在饭中更是迷人啊。你看这个红油，对呀，这个红油这个辣多棒啊！你看看什么感觉，吃下去。哇，我觉得这一小碗麻婆豆腐可以吃掉这一盆饭的感觉。哦，不错。哇，果然是被物质文化影响。哦，因为我其实在台湾啊就很喜欢吃川菜，但是我现在终于重新的认识了川菜。这个川菜太厉害了，他刚单吃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略微枯燥一点，虽然说好吃归好吃，但是淋上饭之后再搅拌均匀之后，你看这个饭的色泽，每一粒米粒都包覆在那个红油了，吃下去之后红油的那个辣椒大红袍的那个香气，最重要是入口之后麻的那个味道，然后搭配那个嫩豆腐，哇，它怎么可以这样子炒过之后啊豆腐还是一样有棱有角，很厉害，因为这豆腐非常的嫩，但咬下去非常的香啊。原来我现在才知道我之前吃麻婆豆腐都吃错了。哦，谢谢。因为我之前吃麻婆豆腐，我都习惯它豆腐不是切成丁状吗？我都很习惯在搅拌的时候把豆腐弄很碎很碎很碎。但其实在这边吃，你就是要保有它那个嫩豆腐的口感。吃下去之后，在嘴巴跟那个米饭每一颗饱满的这样子混合那个辣油跟那个椒麻的香气，哇，真的你会越吃越顺口，你知道吗？好好吃，怎么那么好吃啊？我一开始以为麻婆豆腐就是讲一个。那个一个老婆婆她脸上用麻子做的豆腐，但是我觉得从这个麻婆豆腐它真的很能体现它的麻，很厉害啊。辣还好，但是麻真的整个口腔都是地雷。其实看我们的脸是最明显的，还有我们用过的卫生纸，它这个麻跟这个辣逼汗就会让你不自觉的哎呦一直流汗，排毒啊，就是那个把自己体内的湿气排掉之后，然后盖在那个饭上面吃，你看多棒，很享受的一餐。哎，谢谢谢谢谢谢。因为这个是夫妻肺片，你先猜猜这里面有什么？夫妻肺片顾名思义嘛，对不对？
夫妻又有肺，里面一定这样子看起来，它应该就是有点类似牛杂，所以说夫妻搞不好就是一头公的，可能这个是牛的话，就是公的牛跟母的牛一起把他们牛杂做成一起。但我跟你说很奇怪的就是，怎么样？我答对了，唯独没有肺。以前有两对夫妇，他们比拼大厨艺，我做的好吃啊。老公说我做这个好吃，老婆说我做这个好吃。哎，有一天突然间这两个碗呢，叭，哎呀掉一块了。他们一吃，哇，更好吃。原来他们的综合在一起是最好吃的。对，啊，那是我脑洞啊，乱想。你要不要吃吃看吗？好啊，试一下啊。试一下，试一下。我要试一下这个牛肚，因为我真的很爱吃牛肚。来来来。哇，我的身体已经感觉到了。那个嘴巴里的地雷，你有辣吗？麻呀！哎，还是我没吃到你刚刚这片上面有这个的，我觉得还好。哦，的确麻。它麻是在于，因为它有前几片上面满满的是花椒粉啊，我肯定是吃了这个，是要拌一下吗？我们可能这个应该是要拌。太麻了，我要吃。哎呦，看我的汗，真的，身体是不会骗人的，嘴巴可能会骗人，但身体是诚实。哎呦，好麻！但是我因为我刚，哦，哎呦麻呀！哎，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吃那个泡在那个红油酱汁里面的那个牛腱肉，哎呦，咬下去。它腱子处理的非常好，带有一点点筋，可是那个筋是 Q 的地方，然后配上那个瘦肉的地方咬下去，口感非常的好，有瘦有 Q， 咬起来口感是很一致的。但是吃了你刚刚那个充满花椒粉的那一片之后，哎呦，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了吗？我突然觉得我的舌头不是我的舌头，口感不错。在红油里面呢，就刚刚好。个人觉得，我觉得红油完全是完美的，对，因为它没有到那种椒麻让你冲上来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舒服温热的，已经冲到现在已经冲到头顶。我们两个好像刚刚去游完泳哦，蒸完桑拿，对，然后走出来的感觉好湿哦。哇，在不自觉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开始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这菜色，这些菜系的那种口味，真的是很下饭。哎，总的来说，这家非遗的地方还是没有让我们失望。对啊，你看现在店内高朋满座的感觉，大家都是来这里品味那个最正宗、最传统的那种川菜口味。对，对啊，非常的好吃。你看它没有特别漂亮的盘子，特别奢华的摆设装饰，也不是什么昂贵的食材，但是你吃起来就是好吃。就是说最简单的东西是最动人的。对，美食可能它源于不是在更多的一些表面，而是在你吃下去好不好吃。说得太好了，耶、yeah, ，开心，来来来来来。赶快吃，已经、快点。快点把饭吃完，我们等一下马上要去茶馆了吧？对啊，去茶馆那边找他们会合了。哎，这种东西哦，绝对不能浪费。对，对不对？饭一定要加肠味道嘛，对不对？来了，哇，这个凳子
怎么了？你没做过？我感觉回老家每次对啊，跟爷爷做一次。这个茶馆就是比较就是那种历史悠久，可以说全国最悠久，所以它这边的椅子全部都是这种。你看，像你们刚刚说很有爷爷味道的那种，对啊，舒服。哎，这也很有年代感了哈。对啊。而且听说这里还是最大的茶馆，是哦，它这边很大，就是很，如果全部坐满的话，好像可以坐了大概可能有3000人哦，3000人，因为在成都这边以前茶馆的文化就是比较像那个人力市场的感觉，因为以前资讯比较不发达，大家都是来这边喝茶，就是哎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聊一聊，聊一聊，它就慢慢变成一个人力。小道消息就都从这里出来，对，就是这边，所以这边不知道今天这边。喝茶聊八卦也是在这边，哎，所以我们今天过来肯定是要有一个目的吧？我们来这边就是要品尝这种文化，喝茶的文化。哎，哎，老师你好，哦，哇，帅哦，宝剑，好有气质啊！你看那今天我会为你们带来一段茶艺表演。好，好的，好，请开始你的表演。我给你们带来的是一个茶艺表演，主要是让你们感受一下茶文化。这是文化，文化哦。然后等一下，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试一下。哎呀，来嘛，这有多难呢？这个对吧？你要先来吗？我就先来了，反正就转一转而已嘛。啊，来嘛，来，我先示范一下。不用不用，我可以，我大概看了，略知略懂，略懂略懂。你不会要开始浇花吧？没有。我刚刚看他有一直在这里旋转，他转很快，然后没有甩出来，哎，对不对？然后再这样子上，有没有？有没有？最后再用头发，有没有？换你，我先走了，你们先喝。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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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造型啊？那拉反了，你那壶拉反了，你壶拉反了，谁在这？真的很难啊！你可不可以炫一点招数？哇，你这个太烂了吧！你是不是学了多少年啊？5年吧。5年嘞，才会有这种功夫哎。蛮好的，可以，蛮好的，很棒的体验。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茶艺的文化传承下去。然后有一句老话就说：“上海洋行多，广州对门市多，然后成都就是茶馆多。”所以在成都，你这样大街小巷看，很多茶馆林立，但是你要找到这么传统，像这以前这样古早氛围的，几乎是没有了。是，对啊。好啦，喝茶啦，应该就是拿起来把上面拨开吧，对不对？就像以前。成都人他们都喜欢喝茶，尤其是他们一年啊，听说他们那个估计哦，成都人一年在茶馆所喝下的茶那个水量啊，大概是7个西壶这么多。7个西壶，对啊，是这么多，就是这么夸张。所以说成都可以说是这全国里面啊最喜欢喝茶的城市。我觉得在这边的感觉氛围就很好，而且你看我们这样录下来啊，这边人来人往之外，后面也都是坐满的人，而且不单单都是老年人，年轻人也会来这里品茶。所以这次其实就你会发现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和一个文化的变化。我们偶尔感受一下这种，那个以前的这种喝茶文化也蛮有意思的哈。不过这边除了茶还没有什么别的项目。这边啊，就是聊天呢，还有喝茶的，看看风景啊。对啊，就很惬意。就来这边真的就是在享受人生呐。Hello， 海哥，海哥，哎呀，海哥，好不好？这是什么？掏耳朵嘞。掏耳朵的耳朵。
这边有这样的服务啊？差不多。掏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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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掏？掏，几位掏？可以都掏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他先掏。你先来吧。啊，可以。再看一下活动吧。他要去刘一正的这个矿山里面开采一下钻石。他现在掏吗？台湾有这种采耳吗？哇。台湾没有这种采耳，所以我现在觉得很厉害。你们是老家咋的嘛？你们？我们是江西的。哇，这好舒服啊！想闭眼睛，我要睡着了。他真的好舒服哦，你看他那个眼神。哇，这是干嘛？这什么用意？他其实这个，啊，这个东西哦，是震动是吗？因为我经常会有掏耳的习惯。嗯。他那其实你听了之后，有助于提高你的听力。懒腰，踩完耳之后，整个好像身体都放松，就像你刚刚弄一弄，你会想睡觉，有点慵懒。对啊，然后在这边这样一靠着鸟语，闻闻花香，喝喝茶，我都困了，我困了，我也有点困了。还是今天下午我们就在这里享受这个时光，然后看晚上肚子饿之后，我们再去吃晚餐，好不好？我不要离开成都了，成都真的太舒服了，哎呀，好享受啊！这个好别具一格的下午茶。晚上吃什么？晚上对啊，走这么累了，晚上吃什么啊？晚上我饿。哎，等一下，我有没有看错？你们有看到很多人吧？没有看错。你没有幻觉？吓我一跳！这真的那么多人吧？是排队的吧？哇，这怎么店那么多人啊？马路边边。我们在马路边边。我真的在马路边边吃马路边边。要不要进去看看？可以啊，可以啊。哎，这么多人一定好吃的。哎，我好想问一下，他们真的是在排队吗？是吗？问问看，还是？这样，因为他拿就他付钱嘛，对啊，我们就是吃就好了。就像那时候你在说，我来了，说什么跑得快，大哥，这个才是真正的男人应该吃的东西。我点的全是肉，我给大家就是好消化 ，OK， 蔬菜类就对了。我点的全是肉，好消化。哎，可是我现在发现他们这边的那个肉还有分有腌过跟没有腌过的，是吧？对，是。这个也腌得太入味了吧，一定好吃，我跟你讲。哎，其实来到这家店，他吃也是有他的秘诀的，好不好？是吗？他们这家店好像不是说全部丢下去一起煮，他是说要先煮肉，再煮菜。对，所以我们两个完完全全是我们是什么样的？像我跟班长是先煮肉，再煮肉，最后再煮肉，最后还是煮肉，煮肉再吃肉。那我们现在全部都拿完了哦。嗯，啊，他的锅呢？我刚才以为那是辣油。我救一下。来了。哇，这个是经典吗？经典锅底。这个锅好像我小时候，
家里做做蒸饭的不？哎，它这个油是不是很厚很厚一层？是不是？我今天就是回来的。哎，所以说串串该怎么吃？就是直接把料涮下去，就像你这样子吗？对，我就觉得。那还在等什么？那就不等了啊。扣子，对，就是这样。哦，他就会站起来了。对啊，然后就可以，不是有时候太多了，他有些煮不到。哦，有些浮在这样会均匀的煮一下。哎呦，哇，好嫩啊！什么？小牛牛。哇，这个牛牛肉真的好嫩。拿一个给我们各一串，好吧？这个就这么一丁点啊。但班长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你试一下。哇哦，好吃吗？是不是很嫩？哇，好嫩，这是什么？牛肉啊，牛肉，好不像哦，嫩到里面是爆浆的感觉。还有吗？好嫩哦，咬下去有那种微爆汁的感觉，但是是牛肉的味道。哎，你知道，沾一点那个花椒的那个辣油。对啊，煎牛排就会四面八面煎，然后把肉汁锁在里面，这个感觉就很有那个牛排里面用煎的那种方式。对，哎呦，太棒了。我也是听说，好像这样，因为这家店很有名，哎，然后很道地，你知道吗？就路边摊的感觉，因为他小时候。对对对对，你们刚刚吃那个牛嘛，对不对？对，现在要牛肉，想要不要尝一尝我们的？可以啊，你们那边有什么？我们鸡皮好不好？嗯，好，我拿鸡皮给你们。好辣！哇，这个鸡皮好嫩啊！怎样？吃起来什么感觉？好好吃，这鸡皮好嫩。哦，哎。因为其实我这个人很喜欢吃鸡皮，但是有时候吃鸡皮，因为你煮，如果煮鸡汤来吃鸡皮的话，那个皮有时候太多，吃多了会腻。但这个鸡皮哦，它这样子用串串这种辣的方式去呈现，然后反而那个辣，它那个麻的味道跟花椒的香哦，解腻了，而且吃下去它每一个都很 Q 弹，你知道吗？特别的香。再沾它这个辣酱哦，哇，辣归辣，但吃下去之后，那个鸡皮 Q 的那个味道跟最后上来的浮出来的那个鸡的那个香味，特别的棒啊。哎呦，想不到鸡皮也可以这么好吃，就吃有点辣，那好过瘾哎，就是辣得很过瘾，就是哎呦，就是你辣得不想再吃了，但是你还是忍不住，就是当你一恢复，稍微恢复一点之后，你就哇，然后就开始吃。你看你的汗，你看你的汗，就主要它这种辣，它是开胃的那种辣。哎，班长说得很精辟，就是越吃越想吃。哎，那不然我们那就下一点菜好了。请原谅我，原谅。辣到卡痰，辣到喉咙都不行了。对，会黏住喉咙。对啊，不能唱歌。是什么黏？是什么扼住了你命运的喉咙？是责任吗？是爱吗？是爱吗？是马路边边的辣椒。那还好啦，一般。我觉得讲真的啦，第一口吃到酱的时候跟那个辣油，你会觉得辣。现在吃久了，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习惯了，你就只会觉得口腔有那种刺激性的那种灼热感，跟那种舌头刺刺的麻而已。然后就是外加身体一直流汗，但我觉得在流汗的过程中真的好舒服哦。
那个湿气全部散掉，哇，太棒了！所以你们会发现，成都四川的这边女孩子皮肤都特别好。这就要问你了，对，因为成都不虽然湿气很重，不很容易长痘吗？哦，但是他们吃火锅啊串串，就是一直出汗，一直在排汗排毒，哎呦，厉害，驱寒，而且这个店它的装修风格，它就是还原了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马路边上的那些美食，你知道吗？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时代变迁嘛，有时候这种东西还是要留下来，让大家有一种回忆的感觉，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了。因为像我们台湾很多小吃啊，其实都开在路边摊，甚至还是路边摊。你这样走一个很小的不起眼的巷子，你拐一个弯进去，它就有一家路边摊，美食出肉巷。但是那种东西就是很好吃，你说不上来。当然说它可能卫生没有到那么样的厉害，它的那个味道是真的是很迷人，就是会一直去吃。像我们小时候，像我们同学，我们那个时候老师不让我们，也是不让我们买路边摊，讲不干净，吃坏肚子那个。我们那时候就是上课的时候，哦，从那个学校后面不要护栏啊，那些卖小吃的他们就会来那个，你们要什么东西吗？我这边都有，就跟黑。交易一样，走到那个后门那边买东西，在后面，我们从校外给他钱，他都校外给我们钉子吃的，好吧？我反正小时候，你看，大人越不让吃这些东西，你越想吃这些东西，就得不到。川话嘛，用一个川话或者一个词，用一个词来描述一下四川好了，好不好？那就是爱心，打死的很。那你呢？我觉得一个字啊，爽。哎，这边吃的那个辣度让你觉得很爽。爽。那我就说一个吧，咸。得心。得心。哎，这是可以的意思。来来来，来，一二一。李阿姨，你真的是学坏了，李阿姨，来来来来，三二一，每时每刻记得快乐，吃吧，对，辣，代表一座城市的元素辣，它能解释成都的全部辣。成都我们生活的方式，成都哪个不好耍，数都数得清楚，小娃娃老人家各有各的耍。听有人问我喝茶要在哪儿喝，我说公园茶馆，顺便可以掏下耳朵。走，我们带你继续去参观，耍的太多了让你忘了一日三餐，那就是川菜最主要的特色，只有吃一口才晓得味道好特色。